好，先去吃晚餐啊。可以，好，我想你。OK，好，他在旁边，不要讲，不要跟我提之前那个暧昧了。好，想你，好，那刚刚那是谁啊？婷婷，我们不适合，你是疯了，但我不是傻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也不想要这么邋遢，到底谁可以帮我？我也想变漂亮。宝贝吗？你愿意再回来我身边吗？